韩庚接受某媒体独家专访，坦言拍摄电影时永不言弃1000多拳，扑面而来是什么感受，并公开电影宣传短片。韩庚坦言，这个短片可以说是记录了我在电影里永不言弃的训练和拍摄期间的受虐过程，但对于这段经历，我却发自内心地感恩和庆幸，因为无论是周史这个角色，还是我不断向他靠近的过程，都让我更加坚信，越是遇到难以挑战的角色，越要逼自己一把，只要永不言弃，就会有突破。让我们期待韩庚新作的上映吧。我们对电影这有一个态度，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能呈现得更真实一些。我也不想找一个替身来去帮我打，我希望真的是自己来，让最真实的感情、最真实的动作、最真实的韩庚。